下，借一扇城吧，把几番春秋冬夏，一碗碧水一段春夏，春夏怎奈金戈铁马，别无论旧身牵挂，牵挂醉满狂沙，谁道此心暗处是无相，我心暗处在你身旁，谁念前愁旧恨且想我，热泪抹远西风凉，谁叹相逢一散梦一场，披剑之锐终不忘，谁问滔滔江水去向何方，执手天涯共逐是啊，我刚才这灭了青龙香，折了青龙旗，怕是不能善了。这文将就来得正好啊。君上，传令下去，立刻疏散百姓。是。道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贫道旧伤未愈，刚才又硬吃风无言一掌，没事。风无言那家伙没有达到目的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万一一会儿他跟进来，只能由你与他周旋一二了。我？贫道马上教你一遍粗浅的道家八卦阵走法，趁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我们就闯进八卦大阵逃出去。是不是这个？这我见过。这是不是那个奇门遁甲八卦图？你认识？我以前在寨子里看过一些闲书，好像有印象。太好了，学兄，这么着急的跑进去，是不是受伤了呀？咱们赶快走，走，走哪儿去啊？前三连。轮流断，嘿！你要是不说话，那我可就进来了。啊，前辈，没事吧？时间让我领悟一下。这座八卦图修建的，开关的屏风都暗合着卦象，前门三连，坤门六断。哎，你不是读过奇门遁甲的书吗？按八门阵法，只有开修生三门是吉门，可以通行，而凶门之中都布满了机关陷阱，是过不去的。我似乎明白了，按照奇门遁甲书上写的，开修生、伤渡井、死经八门，只要找到东北生门，就可以闯出去了吧？嗯。师兄，你听到了就回一句吗？想不到你小子脑袋如此灵光。我们去正西，我们到荆门的方位。奇怪，荆门不是凶门吗？有机关的。你不能把掌门浮尘给一个外人啊，对不对？
不如这样，你把掌门拂尘给我，我今天就不难为你了，好不好？呸！冯无言，当年因为放不下这段执念，你不惜引狼入室，如今奇门到了这个份上，你难道还毫无悔意吗？悔意啊！我老爹偏向你，你现在偏向一个毛头小子，欺人太甚了吧！我今天就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千万不要踏进荆门的前面，及时逃开，快！一念成魔，冯无言，拂尘是老掌门遗愿托付的，贫道不能有负仙人在天之灵。你别拿我那死了的老子当借口，我本无心杀你，你不要逼我。走。三连坤六段，镇养鱼艮复丸，离中虚坎中满，对上缺巽下断。我教你的口诀记住了吗？差不多，都记住了。道长。道长，道长，你现在就在迷踪林八大阵之一的天罡北斗阵之中，你想想该怎么走出来吧。天罡北斗阵，前三年昆仑团镇妖鱼跟符合李中虚。吉凶是个实心眼儿，觉得当年那笔烂账欠了你的，我可不欠你的。实心眼儿，他敢说出口吗？口口声声说一条烂命放在我手里，任我杀任我剐，可实际上呢，躲起来我根本就找不到了。照我说，你是一如既往的假仁假义。阿培，你放心，我如今就是一个废人，我这条命早晚交给你，只是这北刀要在我手中泯灭，我却又不甘。北刀泯灭，那我家山川剑你不甘心？我爹连不甘心的机会都没有。不过你放心，你欠我的我一定都会拿回来的，你今天跑不掉的。所以你把青龙珠引来就是让他来杀我的？禀报掌门，安装飞鸽传书。下去吧。是。大当家，有弟子来报，还是没有王老夫人一行的消息。我知道了。寇掌门。我总觉得此事有蹊跷，劳烦你派几个好手下山，继续打探王老夫人一行的行踪。如若再没有消息，我便亲自去一趟。是。华兄，恐怕此地不宜久留。我这条命本来就是你帮我捡回来的，
多活一天就多占一天便宜，收了没什么，可我舍不得这客舍呀。君上，客人都已经疏散完了，你跟我回去吧，恐怕青龙主一会儿就到了。青龙主，这祸事是我惹出来的，只要这客舍里还有一个人，我就不能走。这……哦，对了，子琛现在何处啊？啊，已经在回健康的路上了。这次多亏君上在华容之时运筹帷幄，要不然这个事情不好收拾。正好遇上，顺手罢了。请君上务必跟我回去。哎，温将军，你就不能当没见过我吗？属下不敢。君上，这次这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君上，君上就不要再为难属下了。你这里三层外三层防贼似的围着我，我想让你为难？我有这个本事吗？当初王林将军统帅三军的时候，我朝是何等的威风。如今王林将军不在了，我等军中将士都盼望君上能够早日回来主持大局。你说的这些我怎么都不记得了。哦，是属下失言。无妨。对了，帮我去问楼下那个厨子要两块牛肉酱上来，错过了只怕今后都吃不着了。这个锁终于能还给你了。阿粉，你还在生谢大哥的气啊？哼，他呀，他除了腿，也就剩满肚子谎话了。他要是想说他想打从西边出来的，也能坐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说一天。不过，你说他好好的皇帝，为什么满江湖乱窜呢？其实，他也是个苦命人。他本名叫萧川，是前朝皇子。幼时遇到叛乱，皇宫被围，后来起了一把大火。本以为一个人都没能逃出来，谁能想到有个老宦官冒死将小皇子送出了宫。后来前朝大将军王林就把谢公子接回到了皇宫，可是好景不长，谢公子被送到邻国当质子。在这个期间，武将叛变，更改国号，前朝覆灭。后来王林将军拥护谢公子为帝，想要光复前朝。难道这就是他隐姓埋名变成谢梅梅的原因吗？这有什么不好跟我说的？故国不国，改朝换代。谢公子放着锦衣玉食不去，一个人在外面闯荡江湖，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他没有表明身份，也是自然的。差点把前朝皇帝捅成了马蜂窝。是不是皇帝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我眼里，他就是那个满嘴跑马、一身霉运的谢梅梅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说你过来的时候，四十八寨的暗庄有给你送来一封我娘的手信。是，在我这儿。Thank you.
娘说让暗庄直接送你回寨中。我娘这样说也有道理，你本就是千金小姐，就应该住在高门大院里，出门用香车宝马丫鬟婆子伺候着才对，不应该跟我们天天在泥里打滚。四十八寨的生活虽然比不上你以前，但至少有人照顾你，衣食无忧。阿芬，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。奇怪，为什么我娘信里只提到你，没提到你弟弟啊？按理说，她要是知道华容发生的事，不应该这么平静。除非这个信是假的，送信的暗装有问题。看来我得回家看看。不行，青龙主这事儿，我跟谢云也脱不了干系。若是我们就这么跑了，怕是整个科舍的人都要玩完了。嗯。哎，楚楚，嗯，我让文将军把你送到我爹那儿去吧，他一定会妥善安置你的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只想跟着你。不行啊，万一文将军和青龙主两拨人打起来，我怕我会无暇顾及你。怪只怪我能力不够大吧，要是我能像我外翁一样就好了。啊，阿斐，阿斐，我现在谁也不信，我只信你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什么物件，你别把我来回托付了。那行，你就在屋里待着，没我的信号，你千万别下楼。嗯。爱莫能助。皇帝陛下，你搞什么鬼？青女侠，顺势把我也给带走吧。累赘一个也是带，两个不嫌多。更何况我出了事儿，我腿长自己能跑，绝不给你找麻烦。你都听到了？千真万确都听到了。女侠不生我的气了吧？嗯，从此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，说你气做什么？啊，女侠，女侠。那我求你，哎，把我从这个客栈里面救出去吧！我求你，这大恩大德，我来世做牛做马。阿斐，阿斐，我一开始还在想，你这五湖四海的乱窜，当真是为了行侠仗义吗？现在看来，你不过跟李胜是一路货色，四处招摇撞骗，还离家不归。处理完这里的事儿，我就要回去了。我劝你也早点回家吧。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免得你家人担心。我也想回家呀。
我也想有个家人，能够盼着我回去。你没有家人吗？家人，要说是亲戚，萧家那边可能还有不少，只是恐怕他们连半个家人都算不上。你不是还有一个义弟吗？子琛。嗯，是啊，我看着他长大，他对我也素来亲厚。他虽然是当朝的三皇子，我们的身份有差别，但是还好有他在。敲什么锣呀？猜不出来吧？就不告诉你。吉兄，外边铜锣声四起，看来青龙主他已经到了。我家将军问青龙主安好，不知青龙主此番前来，有何贵干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因为文将军是让自己的手下来传信，所以这个青龙主也是效仿文将军的方法，同样让手下来传信，摆架子。不错呀，猜出来了呀。还有慧根呢，哼！我家主人言道，此地南北不沾，但听说文将军在此，不速之客就不搅扰了。只是我家主人最近走丢了一条狗，听人说被人关在这客舍中，还有人公然烧青龙旗灭青龙香，我等不过是来讨要个说法。文将军也是个讲理的人，想必不会怪罪吧。你说是青龙主厉害，还是沈天树厉害，还是段九娘？能与穆小乔齐名，自然是有他的过人之处。这江湖之大，高手更是如过江之鲫，要想在这些人里面分出个长短，那怕是一件极难的事情。不过我相信你能成为这样的人，但是前提呢，我们要先从这客舍里面出去。不是文某不讲道理，只是这三春客舍中住了一位贵人，此处实在不宜各位久留，我们明天一早便走，青龙主不妨多等一晚，到了明日你们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文某人绝不打扰。我们江湖中人本也不愿和将军为敌。好，还请文将军也稍安勿躁，
我们就在客舍外等，等文将军明日一走，我们再来。撤。青龙主，你这青龙旗是我毁的，青龙香也是我灭的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把客室里的人放了，冲我来。你故意的？这种情形只能如此了。文将军，你们说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护公子平安。是了，这就没错了。这种场合以后有的是机会看，现在逃命要紧。哎，但整个客舍都被包围了。你还记得早上那个小白脸来的时候，花掌柜让他随便搜，结果一无所获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客舍应该还有一条密道。怎么，文将军？难道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就是将军的主子？我几次来这客舍的时候，找你都躲得不见踪影。我刚才要对那臭丫头下手的时候，你又出来的那么及时，想必你在这肯定有个不为人知的藏身之处，赶紧从你的狗洞里面逃走吧。你既然这么厉害，想必出去自然有一番天地，那你还赖在这干嘛？还不赶紧走？周姑娘不可。此时若将他推出去的话，等于要了他的命了。他差点要了你们的命，都是因为他才惹出这么多事儿来，你还护着他？抱歉，在下实在不想参与你们的私事，只想问齐大侠，你们说的那个狗洞到底是在哪儿？进去，除非从我这儿过去。只要诸位不伤了他，我愿意带各位去。哎，哎呀，楚主还在楼上。我先行准备一下，一盏茶后，后院谷仓见。好，好。今日若真的打起来，文将军，恐怕胜负也难分吧。青龙主所言极是。如果青龙主能给我们家公子一个面子，放了这儿的百姓，文某必定备一份厚礼，登门道谢。好，今日我就卖文将军一个面子。青龙香和青龙旗的事情就此作罢了，我也不会大开杀戒。但是，我的爱犬伶俐得很，今日若找不回去，恐怕日后，我可不希望再有日后了。所以今日，我一定要进客舍搜一搜。这件事情和你家主人毫无瓜葛，文将军。这个面子你不会不给吧？青龙主，请。给我搜。是。你们怎么不打了？公子，这个事儿就这样了，别让下属为难。
等等。哎，这两位姑娘是我家公子的家眷。这两位贵人还是有几分姿色的。刚说给我一个面子，怎么反悔了？啊，我刚才突然又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打一架比较爽。密道在武仓附近，快走！周先生见了一定很欣慰。阿飞，别整愚蠢了，去找几大侠。怪一个小美人私奔了。哎，打皇帝犯法吗？这打谁也不对啊，殴打庶民，殴打皇帝同罪。那就好。分寸呢？啊，你真是皇帝吗？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对，文将军看起来挺靠谱，他应该不会那么瞎。所以，是你投错胎了吧？不错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阿斐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文将军今日若是为你打架受了伤，那可就亏大了。你放心吧，文将军是你爹手下的第一高手，驯龙主从他那里逃不了什么好处。走，我们去谷仓找几大侠。出主人呢？不用找了，人在这儿呢。阿飞，虽然我武功稀松，比不上你们这些南刀北刀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可是我想，我要掐死这么一位姑娘，应该是不成问题吧。就这点本事啊！把你的狗爪子拿开！他要是少一根头发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哎，这姑娘怎么比你漂亮那么多呀？女孩子嘛，就要这样细细软软的才比较好。像你这样打打杀杀，小心长一脸的皱纹。哦，对了，我都忘记了，像你这样打打杀杀的，估计都活不到长皱纹的年纪。再说，你看我像是怕死的人吗？阿佩，我听几大侠这样称呼阁下，想必阁下大名就是这个了吧？敢尊称，是否是有因呢？你知道什么？学了青龙主的遗学之法，是我失常，实在抱歉。哼，难不成你以为我加入四象山只是个幌子吗？怪不得小白脸说话藏头露尾，闹了半天是在鬼话连篇，等着没人的时候好杀人逃命。周姑娘，还是饶他一命吧，看在李老寨主的面子上。你提我外翁做什么？
阿飞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殷文兰之后。山川剑，双刀一剑中的那一剑。嗯，剑乃君子，山川剑殷文兰是正经八百的出身名门，而立之年后，自成一代宗师，可惜飞来横祸，满门被灭。就他，山川剑的后人，看什么看？真这么要脸，早干出去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先走。报告主任，我们找遍客舍的上下两层，没有发现他的踪迹。一群废物！去，把狗给我找出来。堂堂北刀，在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客舍里面当厨子，还惶惶不可终日，非得扒个什么地道，真是不能够理解。人不当，非得要当鼠。那你呢？人不当，非要当狗？你懂个屁！我是人，自然不懂。让你跟着走就不错，乱叫我什么？小心我揍你啊！哎，诸位。这条地道是为了我和我那未过门的妻子修的，我们两个想隐退江湖，隐匿于此，怕仇家来寻衅，所以特意挖了这条地道。哎，与几兄无关啊。周姑娘、谢公子、吴小姐三位请先走一步，快。你先走。好。花掌柜，你这个手还能行吗？没关系，那就多谢花掌柜，先走一步了。请，阿飞，走。阿飞，跟我们走。走。看来他们是在这边啊，给我追。以前听你的，以为他只是年少冲动，情有可原，可今天你算是见识了，这种人你还护着他吗？你是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但我今天绝不可以放过他。华兄，你时常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挂在嘴上，不就是年轻的时候英雄救美，受了重伤差点要了命，他救了你一命吗？哎，纪云辰，他救的那个女的后来找到了你是吧？是。你为何将那仅剩的一颗九环丹给了那女的去救这胖子？当年我入关之时，家师相赠一颗九环丹，常人服下有疗旧伤之奇效。你自有娘胎带病，身体虚弱，我想等你再长大些再让你服下，或许能发精洗髓。可是没想到东窗事发，我知道了你的那件丑事，我怎么可能去吃你那颗九环丹？是我酒后失言。纪云辰，你都不仔细想想，是谁把你灌多了？是谁从你嘴里套出来的话？是谁安排我在现场的吗？你闭嘴。那个女的看似单纯，其实城府极深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做一个圈套，让我跟你反目成仇，为的就是要那颗九环丹去救这胖子的性命。你有半条命都是我施舍给你的，你还要杀我？
们有两条路啊。他们呢？他们都有各自的江湖恩怨，我们还是别插手吧。那么想护着他，好自为之吧。多保重。华兄，当年修这个地道的华兄，我留了一个机关，没想到今天真的用上了。这密道是你家建的，不要脸！你，周姑娘，花掌柜呢？文将军的人还在客室附近。小宝贝儿，等文将军走了之后，你一定帮我好好的找一下我的一条狗。哼，胖子对这附近很熟，估计早安全逃脱了。这条路是往哪儿走的？这条路一直通往衡山脚下。在衡山脚下挖密道，衡山派没意见吗？周姑娘有所不知，当年两军在此地交战，打的是昏天暗地，民不聊生。衡山派一向颇受百姓敬重，有不少弟子都是山下人家的，他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。可是，一旦插手，就怕会引火烧身。那后来呢？那一战，从掌门到几个辈分高的老人都折里头了，后来剩下几个零星的小辈，哪儿扛得起这么大一个摊子？有家的就回家了，没家的就跟着新掌门走了。新掌门带他们去哪儿了？据说那新掌门是老掌门的关门弟子，走的时候啊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十六七，后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看咱们还是先走吧。嗯，走。阿斐，他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？他大概满江湖跑的时候，净顾着听人家墙根了。撞到鼻子了？哎呦，眼泪都出来了！快看看，阿斐有没有鼻血流出来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什么。干什么？有虫子，你信吗？让开，恶心！哦，踩我脚！道长，这次用了多长时间？不到一盏茶的时间，比上一次快了不少。这奇门阵法真是奥妙无穷，我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。贫道也是悟了很久才明白这个道理。哦，你人聪明，奇门的阵法教了你一次就全学会了。不过也证明贫道也很有眼光啊。你是48寨的青年才俊，
自然不便拜入贫道的奇门门下，但贫道想把奇门的阵法、武功典籍都能传承下去，不想让这些随贫道一起淹没了。李胜何德何能，能得道长如此青睐？星河随水流聚散，岁岁新年坠落船。此生既有了这牵绊，我怎好独自安然？还没带你纵横青山，还没将你的发亲吻，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，牵你那把都还没还。管他又是谁的天下，几行纸屑飘到哪里才是家，不如让我把你融化。当群烈阳无心却化作前世的铠甲。